等会儿，这就是你说的自由啊？从现在开始，给你24小时的时间，享受你的自由。还真是河马屁。怎么了，何伟伟？爸爸跟你说过，不可以。小宝，妈咪给你买。今天我是自由身，谁都管不了我。 老板，要个棉花糖。谢谢啊，多少钱啊？25。我来。下不为例啊！你别动，我觉得有人在偷拍，肯定是来写我的。看我不手撕了他！干什么？ 是我安排的呀，既然我们管不了那些坏人的手段，那我们就制造一些粉红色的帖子，把他们都盖下去。好招啊！那就让他们看看我们一家三口到底有多幸福。啊！来吧。 开心一点啊！哎，来整理一下，去吧，打个招呼。 从今天开始，以后每天我跟你一起送小宝来上学，然后再开车送你上班。何总，其实我们昨天逛街吃饭之后，网上出现的粉红帖子已经够多了。够吗？还远远不够。好，送你去上班。 满满的仪式感，请。这么会聊，可以啊。 欲盖弥彰，很到位吗你？睁眼闭眼，漫长黑夜，突然很期待和你遇见。原来就是心动感觉，地球本来就是一个圆，缘分也总是。 坐好了。坐什么好？我还没起来呢，我。哎。